马队是由来自荷兰、新西兰、西班牙、俄罗斯、意大利以及德国的球员组成。而紧接着入场的是身穿黑色球衣的杰瓦斯狼队。杰瓦斯狼队是由来自丹麦、西班牙、爱尔兰、法国、德国、中华台北以及英国的球员组成。这个蜻蜓，这个停球运动的船只呢，这个独木舟呢是经过特别的设计的，它前后两端呢都有一个非常高密度的这个防撞条。这个也是来自西班牙，它和这个 Victor 呢是同样是这个西班牙的国家队代表，也是同样获得了欧洲锦标赛的冠军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球员的介绍。身穿白色球衣的吉瓦斯狼队的一号球员 Maker 是来自丹麦， Maker 也是吉瓦斯狼队的队长。三号球员是来自西班牙的 Victor， 六号球员是来自爱尔兰的 Paddy， 八号球员是来自法国的 Leo，九号球员是来自德国的 Jenny， 十号球员是来自中华台北的赵子欣，十二号球员是来自英国的 Terry， 身穿绿色球衣的卡顿河马队的一号球员是来自荷兰的 Bar，三号球员是来自新西兰的 Cole， 四号球员是来自西班牙的 Anger， 而五号球员是来自俄罗斯的 Ivan， 七号是来自意大利的 Fabrizio， 十号是来自德国的 Filippo，十一号是来自荷兰的 Paul， 他们在做开场准备前的气，是一种欢呼。我们现在进行的是2018年乒球超级联赛半决赛。队已经准备好了要送球，在场中央的第一个球，两队会分别派出速度最快的球员来争夺。他们队派出的是 Fabrizio， 哦， Fabrizio 的这个传呢碰触了这个六号球员 Paddy 的身体，
这是一个非法冲撞的行为，也是一个犯规。但是这项运动非常的安全，因为它有救生衣跟头盔的保护。哎，对，而且规则也非常非常的严厉。好球！好球！进球的是九号球员 Yannick， Yannick 来自德国。杰瓦士朗也是开了一个好头。对。其实这第一球我觉得非常的关键。对。可以提升到整队队友的气势。对，气势跟士气都会受在这一球的影响。对。九号是狼队的进攻，你看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九号是狼队的进攻呢，非常的这个有耐性。他们打的是2-3的这个进攻方式，两个球员做的是中锋，在禁区里面搅和，而外围的三个球员呢，就在看准机会，如果防守有一点漏洞的话，就会突进。中传，机会，好球，好球，进球的是六。又来自法国，看来之前他们也是研究对手，做足了功课。哎，是的。这一场比赛呢，这个卡顿他们队必须在及时醒过来，不然的话他们很容易输掉这场比赛。对啊，刚才在开场40秒就被杰瓦士朗连进了两球。哎，对。99，好球，进球的是来自西班牙的 A 哥，4号球员。现在换成是九号是狼队的进攻 ，Victor 拿球，Victor 把球传到了旁边，可惜没有人去接应，守门破看准这个时机拿到球，那这是一个快攻。托阿金。对方还是回防的比较快。哎，对，回防的非常非常快。Right， 巴特森，好球，好球。感觉两次都是在同一个位置。对，巴特顶着这个防守球员，然后突进去了，然后在来不及这个举脚的情况下射门。主要是狼队这个射门。有点太急了一点，虽然他是看准了守门员没有在这个球门下，但是这球还是射出界了。现在拿球的是伊万，五号的伊万，他来自俄罗斯，他今年才21岁，但是他已经打了9年的顶球。他在俄罗斯奈法俱乐部打球，是2次的俄罗斯冠军，他也是现役的俄罗斯国家队。他曾经获得了 URE 的欧洲锦标赛的季军。拿球，伊万，伊万，伊万传给你，过到这个射门砸在了这个防守球员的脚，球反弹出界。这一局也为这样也为这个卡顿他们队拿到一个角球。没球。可比修，黑哥。一半往内传，巴特又拿到球了。哦，可惜这一球被这个防守球员挡下，球出界了。
李范开角球，李范的射门好凶，这一球真的出其不意。哎，对，在非常小角度的情况下，看到他非常连贯。对，而且这个防守球员根本来不及回防，因为很少会考虑到说发角球，然后第二步带球就射门。对对，因为那个角度几乎是个比较小的死角，这是一个只剩下大概20度的角度。Leggo 的射门砸在篮筐，他们是准备快攻，但是杰马士劳回防呢也非常的快，守门员已经到位，对，防守球员也已经就位。这卡洞河马真的像他们的名字一样霸气，感觉他们在进攻的时候，杰马士劳我们看到他们的防守又被破坏。哦，这是一个非法法制，刚才破呢这个扶持扶在了这个对方的艇，对，对方的艇上。没有传球，好，一个长传，传给赵子欣，现在赵子欣传给梅克，哦，好球，好球，这个球速非常快，对，球速非常快，而且防守球员在刚才被他撞了一下，有一点失去平衡。他就趁着这个空档把球射进去，比分现在是3-3。Angel， 没事，五号球员这个李范。Fabrizio， 韦维球的射门被这个防守球员挡下，现在呢卡特尔马队叫了一个暂停，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时间还剩下4分钟51秒，两队都在分别讨论各自的战术，因为现在比分是僵持在3-3。在开场不到一半的时间，比分呢一直追平，所以说及时叫一个暂停以后来商讨战术也是非常有必要的。主要是狼队的一号队长Mika 是来自丹麦，他今年已经28岁，他有18年的打球经验，他是现役的就是丹麦国家队成员，参加过5次的世界锦标赛。好，现在是卡顿河马队的角球，伊万 Brock 开球。Anger 的这个强力射门没有成功，现在吉瓦斯狼队的进攻。哦，这个队长 Maker 呢有一个非常非常低级的失误，那球没拿稳，结果出界了。
卡顿他们队获得一个角球。Filippo, Angle. 这是一个非法把持的动作，非法把持的犯规。Angle.主要是狼队有一个非法阻挡的，哦，好球！布里兹有这个触及不必的远射，终于敲开了这个主要是狼队的这个大门。主要是狼队的进攻。射门没有什么效果，因为已经在这个防守区两个人的情况下坚持射门，这是很好的选项。那个动作，里奥有一个非法把持的犯规，现在是卡顿罗马队的球。一放远传，拿球的是 Paul， 又是一个非法把持的犯规。射门，刚才呢，这个 Victor 有的手已经碰到了邦德手上，对，太近了，对，太靠近了，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。阿顿他们队在禁区里面一个不错的位置，有一个任意球，开球的是那个，那个选择直接射门 ，Mega。拿球，六，这是杰瓦斯狼队的角球。非法阻挡的犯规，破拿球，好比球。
这一球出界了，卡多特玛队的角球，海贝球拿球，卡顿河马队应该会用下这最后的十几秒时间，十秒钟时间。剩下一秒钟，好，上半场比赛结束了，现在呢是中场休息三分钟，比分现在是4-3，暂时由卡顿河马队领先。这场比赛是一个半决赛，两队的关键，只要任何一支队伍胜出的话，他将有机会，他将会晋级明天的决赛。好，下半场比赛就要开始了，看看这一场这个晋级决赛的比赛，谁到底谁会胜出？两队都已经在底线就位，
像现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裁判应该是在跟他讲，比如说之前也会有累积犯规，比较注意这些事项吧。中局的是 Penny， 以及五号球员一万。哦，这一球是由卡顿和马队的一万拿到。刚才的一球他处理得非常好啊。哎，对。好球，漂亮。马上就进球了，进球的是来自德国的 Filippo。卡顿和马队进一步把比分拉开。他们已经采取中场人盯人，只留守门一个，看来他们是想把比分再拉得大一点。其实人盯人战术对杰瓦士呢队来讲，现在开始的话体力上面消耗其实是成倍的。哎，对，但是杰瓦士队呢现在刚才应该是有球员被黄卡罚下，那现在场上只有四个球员，所以在四个球员的情况下呢，这是一个进一步把比分拉开的战术。所以他采取人盯人这个战术，其实对卡顿和马队是非常有利的。哎，对。啊，你看看现在剩下射门时间呢，只剩下大概十秒钟时间。球还没有过中场。对，在刚刚。现在有。对 ，Victor 拿到球。射门只有三秒。他必须要射掉这一球，所以得到卡顿和马获得一个底线球。那么当运动员犯黄牌被罚下场之后，他是要出场两分钟。哎，对，如果是被红卡的话呢，他就会被禁止出场，而且在下一场比赛中他也不能够出场。现在就是卡顿和马队呢是五名对杰瓦士朗的四名，所以说在人数上面他们是比较占有优势。哎，对，很久。但是的射门有一点急了一点。一半的射门，哦，被这个 David 挡下，现在球在这个杰瓦士朗队的手上。啊，一个快攻！虽然如此，杰瓦士朗队还是获得了一个角球。那现在呢，两分钟这个黄卡时间已经结束了，这个现在杰瓦士朗队是五个人在场上。伊万，巴特，比较危险。哦，好球！好球！巴特非常擅长这种近距离的这个射门。因为刚才我们看到杰瓦士朗队的回防队员也没能及时到位。哎，对，还冲撞了守门一下，可能守门就是因为这样而失去平衡。Vigo 持球。没有回传。Miko。
好球。好球。Zenning 他在这个防守球员没有干扰他的情况下，很轻松的把这一球射进去。塔顿的王队开球。伊万，他在前场的位置有一个犯规。漏掉了。还好，比较及时啊。好，好球。好球。他把球运到了右边，然后由破来进行这个射门。六的防守位置站得不是很好。Vigo， 好球。刚才 Filippo 呢，他在 Vigo 传完球之后，他停了一下，这让 Vigo 呢有这个机会，再接到这一球之后马上射门。比分进一步拉开到7-5。时间还剩下四分钟，还剩下5分钟40秒。扣拿球，扣的射门，扣的射门被那个守门员挡下。现在是打顿和马队的角球。Vizio 拿球，破。一万，一万的双球。Vizio， 破。破的射门呢，没射远了哈，射得太低了。对方是狼队的进攻，六的这个射门射的有点低，就是对他们来讲，现在还落后2分。哎，对，可能是比较着急了一点，但是时间上还是非常重啊。这个篮球。这个呢，涉及到谁能够直接晋级明天的总决赛冠亚军。两支队友都打得非常小心。没搞拿球，快点！哦，这个射门好可惜，又被防守球员挡下。因为前面的奖比较多。对啊，总共有三个防守球员在，两个防守球员在他们前面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守门员。Mika， 一个传送，Mika， 一万防守做得非常好，哦，这是失误，这是一个失误。这是让巴特拿到球，伊万，好，伊万的远射没有这个射进，射远的，球有点高了啊，对，太高了。现在对杰马士狼队来说，他的每一次进攻都非常的宝贵，因为他目前的比分还落后2分。对。
时间剩下三分钟。球出界了，那个在看着谁要传给谁的时候呢，不小心把球丢了，这球出界了。好的，他们队拿到一个底线球，那看起来，哦，好的，他们队叫了一个暂停。这个暂停是非常具有战术性的，他想打乱这个主要是狼队的进攻节奏，因为在落后两分的情况下，从时间上来算的话，根据之前的比赛完全有反超的可能，非常有可能会反超，但是呢如果快攻被拉下来的话，那可能节奏会进步会放慢，所以我们在场上的观众朋友，如果您是支持卡洞河马或者是支持杰瓦施劳，也可以再热烈一点给场上的运动员们加油打气，因为经过上半场以及下半场前几分钟，现在对他们来说体力消耗都是非常的大，完全需要大家再热烈一点，大声地喊出你所支持的队伍，因为他们现在直接关系到明天下午2点的总决赛冠亚军之争，给你喜欢的运动员加油打气吧。主要是狼队采取的是一对一的人盯人战术，哦，这是一个失误，球被这个主要是狼队拿到，主要是狼队刚才有一个非法阻挡的犯规，所以这个球权呢还是在目前领先的卡洞河马队的队员手中。他们应该会比较小心地用完他们的这进攻60秒，因为目前他们的比分领先了2分。哎，对，现在又是一个卡顿纳马队的这个自由球，被跑开了，被跑开了，好，又进球，又进一球，进球的是巴特，巴特的爆发力非常的好，如果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他发力的话，很少人能够追得上他。比分被进一步拉开到8-5。Vigo， 正好把队在禁区的位置得到了一个自由球。Leo 开球，哦 ，Leo 的球砸在了篮筐上面。守门破在要传出的时候呢，举出的时候球已经出界了。佩蒂开球，赵子欣 ，Vico 往内传，这一次传球失误，也弹出去了，对，太可惜了。然后他又破的远传，又是一轮快攻，又是一轮快攻，跑在前面的又是巴特，又进一球，又进一球，时间剩下59秒。所以卡洞河马队在领先的情况下也是越战越勇，主要是狼队的进攻，这个射门呢被防守球员 Fabrizio 挡下，刚才可能有一个非法用脚的犯规，赵子欣传得好，这球 Vick那个再传，这球还是没有办法射进。六。好，
还是被挡下了，还是被挡下。其实刚才有点运气不好，因为守门员已经都被挤走了。对对对，防守球员还在。对。这是一个机会，哦，好可惜。队长 Mika 的这一球又砸在了篮筐，这又是一个快攻。九比九。又是一波好球。时间剩下18秒，比分现在是10-5，由卡顿拉马队遥遥领先。九二四郎队开球。他选择也是因为时间比较紧，比分落差比较大。那么其实这么激烈的竞技体育的话，对运动员的心理考核也是蛮重要的。对对，心理素质要非常好，他才能够坚持打下去。伊万，好，这一场半决赛就这样结束了。现在是由卡顿和马队晋级明天的决赛，而吉瓦斯狼队呢，只能晋级明天的2、3、4名的排名赛。接下来我们将要进行的是第33场次的比赛，也就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场半决赛。那是由